有人的家收拾得一尘不染，人有未满意的地方，谁不希望像宜家那样呢？然而那只是优美的示范。举凡有人生活之处，怎会不脏乱？家是人住的房子，不免有七情六欲，磕磕碰碰，欢声笑语，整洁舒服有序，尽力而已，讲求了就是病。